师姐啊，那母金是等于是母娘金，是不是？姚地金庙普渡寿元殿会阶段，这个母娘总共有差不多六本，最主要那什么现在诸位当咧主修的是阶段真经嘛，还有个红烛普渡求结经。啊，个六提名圣经，啊，个宝忏，真济，即母娘的经拢总有六七本啊，照你讲起来要几十本。好深奥哦，真应该有一挂师姐来传。其实他的无形法吼，拢在即经内底。对，即部经哦，真有奇迹哦。嗯嗯。因为去当时吼，咧花莲吼，迄阵啊降卡了，大家是讲诶，咱嘛是爱念经，啊无经，吼啊因吼，迄阵人伊就降卡讲。伊吼向北去找，台北，我真正找了台北，我嘛找来找去，啊找到吼，落尾找到时喏，伊讲吼，哦，我这铺经我为大陆大概就咧等因啦，啊一个这铺经一个赐予因，所以你看这铺经你看，迄个注定讲吼，咱吼咱聚会堂爱上这铺经呢，注定要有咱的吼，爱人学习。嘿，伊讲干去往北呢，啊你什么时候伊嘛无讲，哎呀你找找。对啊，北通用这么大。啊，竟然搁可以找到。哇，好厉害哦！所以我趣味的呢。